可以进来吗？可以进来。啊。幼儿园，看一下吧。玩。是这样吗？哦，这个好难啊！我们来看一看，四处找一找。种植区。当时我来的那个幼儿园的时候，我觉得线索可能藏的一些地点，就比如说每个角落、花坛的颜色、轮胎的颜色，还有那个小孩们都爱玩的那些运动器材、滑滑梯、平衡木，然后一些指示牌，每个房间的一些门牌板。幼儿园，真是奇怪啊！